一季度啊，财政收支运行平稳，呈现出啊以下三个特点：一呢是财政收入按可比口径计算，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的态势。那么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是6万877亿元，同比下降2.3%。那么要扣除特殊性因素以后呢，是这个增长呢，可比增长是2.2%左右，延续呢恢复这个恢复性增长的态势。